一会儿啊，让东叔带你到公馆私下看看，也好让你有个了解。请不用多心，我就必须了解到你安全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否则我也不好交代。应该的，华罗德先生，请随我来吧。 李兄，是英国领事馆的哈罗德。这不，上海滩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又被刺杀了。他呀是担心我安全问题，想跟我提供必要的保障。慕容兄，我真是羡慕你，有英国政府撑着。李兄，说笑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奇怪。 因为整个上海滩的人都知道你是英国的爵士，可偏偏有人还敢对你下手，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李兄，你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不照样被人暗杀了吗？这不更匪夷所思吗？不过昨天啊，在杀手身上发现了一个细节，也可能这个细节。 能够帮你我找到幕后的真凶。什么细节？我在这个杀手的腰间发现了手铐。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杀手是警察？不仅这个杀手是警察，而是追杀我那批人都是警察。 我在摆脱杀手追杀的时候，在街上遇见了巡逻的警察，他们明明看到了可疑的人，却视而不见，所以当时我就肯定，他们是一伙。唉，他今天说了，过几天就把黄金拿出来分掉。这真的假的？ 知道真的假的？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哎，你就不觉得他这话里有什么问题吗？你觉得呢？我就觉得，如果他要因为这件事吓得把黄金拿出来。 你觉得那还是利令是吗？就对了呀。所以我们现在每走一步，必须要小心谨慎呀。哎，老马呀，奉劝你一句，得着这黄金，赶紧离开上海，远走高飞，千万别留在这个是非之地呀。 您说的倒是蛮轻巧的，可是你别忘了，我们现在除了丽英智一个威胁以外，还有那个慕容柏。哎呀，要说这个威胁，也是当年咱们自己造的孽吧。 罗德先生，您上次不是已经来过了吗？我们这儿啊，安全措施啊非常的严谨，很安全。那这里面我可以进去看一看吗？啊，当然可以，请。 地道，忘了我以前是干什么的。这只是其中一条，公馆里到处都是，全都能通到外面。真有你的，快！
哈罗德先生，这里是副牢，是给公馆的下人和保镖们住的。想上楼看看吗？嗯，请。慕容兄，从你的分析来看，那批杀手一定是警察，而且是和巡逻警察串通好的。换句话说，他们连你逃脱的细节都考虑过了。弟兄啊，追杀你的那批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他们用的枪都是德国造的，也就是和上次在理查饭店刺杀你的那批人用的都是相同的枪。这么说你已经查出来枪的来源了？说来惭愧，我详查之后有一批枪是走私，另一批枪是从汉阳兵工厂里流失出来的。龙兄，你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吧？那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查不下去了？当然，你想想，枪是从汉阳兵工厂里流失出来的，势必和军方有关，如果再查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吧？警察局不给我个说法，我想英国领事馆也会施压的。慕容兄，你有英国人撑着，而我呢，我就算报了警，我心里也清楚，那就相当于石沉大海啊。慕容爵士，打扰了。哈罗德先生，你好。慕容兄，既然哈罗德先生来了，肯定找你有要事相商，那我就先告辞了。今晚我要带你去一个好地方，咱俩好好畅饮几杯。什么好地方？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晚上见。告辞。爵士，公馆的内务我基本上都查了一遍，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认为你应该多加派人手巡逻内外。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随时可以派兵协防。让你费心了。我还得赶回去汇报领事先生，准备报告。董叔，替我送走哈罗德先生。好的，请。阿光肯定是带着青银从地道走了，得想个办法在外面找个地方把青银保护起来。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是非之地了。我已经让阿辉去办这件事情了。东叔，小西不是孩子吧？你也别太担心。我现在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他。刚才我在陪着哈罗德的时候都是在强装笑脸，就怕这个洋人看出什么来。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他也应该怪我，我也没想掩饰什么。这是一个心结，我想一定会解开的，给他点时间。我知道过了这么多年他一定非常恨我，若不是我，他娘不会死。
若不是我，他也不会经历那么多的磨难。昨天我一夜没睡，一直想着这十年来我的女儿到底经历了什么，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她竟然还多了一个当海盗的爹。你让我，都说时间是治愈心病最好的良药，他会懂的。你说这孩子他能去哪儿了呢？我让阿光去找了，放心。I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as a very serious one. I brought up the whole King, Parliament, the House of Lords decision. I don't think he will suspect it. No, even if he does suspect something, even though he's a knight, even if he talks to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honestly,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because he doesn't have any standing in the High Court. It was very weird at Morun's residence today. More quiet than last time. Moreover, I didn't see those two bodyguards. And that Uncle Doom seems to be very distracted. Did you see the soldiers surrender? No, I didn't. But I'm sure that my information is right. And what about the gold? I wonder if he's got a clue to where it is. Mr. Counsel, sir,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clue, i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muggler case will bring him about, sooner or later, I think he will escape our notice. So we must prove that he isn't hiding those two deserters. At least that's a handle. Here's what I want you to do. Put a tail on Mumbai, see where he goes. But also, at the same time, try to figure out who had him killed. That's the sort of fellow who can be useful to us. Yes, sir.钟哥，陪兄弟喝杯茶。你这是有心事儿啊？钟哥，青音的病不能再拖了。麦德跟我说，越来越严重，特别到晚上疼得厉害。兄弟，你跟我说这事，我心里也不舒服。要不这样。我和我的人把青音接出去住，这样做有一个好处，他疼得受不了的时候可以用烟膏镇痛。当了他哥，他肯定得忍着。其实呢，别说钟哥，这倒是个好办法。那我就以哈罗德视察为借口跟大哥说去，这样大哥就会让你们搬出去，我再多给你们加派一些人手，这样大哥也放心了。行，听你的，反正越快越好。里面那人都安排好了吗？放心吧，光哥，都已经安排好了。去告诉他们，见着大哥别打招呼，看见了也装不认识。哎，对了，光哥，丽英镇来的人不少啊。他爱来多少人来多少人，但是咱们别轻举妄动，记住，咱们来是保护大哥，不是来找事儿。李兄啊，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你还有这个雅兴带我来这个地方，你心里头不烦吗？越是心烦的时候，就越应该来这种地方放松一下。嗯。养眼。哎，光哥，嗯，你怎么不进去看看去？我不去，叶曼飞那种女人，我没兴趣。行，我告诉你，二毛，就叶曼飞那种女人，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比麦子差远了。嫂子，嫂子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算你都是。呀，曼飞小姐。多谢两位捧场啊，曼飞小姐啊，平时啊都是在家里听你的唱片，今日一睹风采，歌美，人更美。爵士过奖了，不介意的话，我陪你们两位喝一杯啊。当然不介意。曼飞小姐有所不知，慕容先生很少来这种地方，你要多陪他喝两杯才是。当然了，刚刚慕容兄还在跟我抱怨最近工作上的烦恼的事儿。是吗？慕容先生还能有烦恼呢？啊，是人啊，总会有烦恼。如今我又单身一人，烦恼多啊。慕容兄，不是我说你。你现在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个家。家，我何尝不想有个家呀？只是立兄那天跟我说，有家室，烦恼会更多，我就打消了这个念想。这是两码事儿。我那是因为太太最近又有了身孕，情绪波动很大，我也受了影响。不过，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享受？如今像立兄这样身份显赫之人，还对家事看得那么重，我想整个上海滩也唯有立兄一人了。我可做不到。你们两个大男人当着我的面讨论别的女人，我真是太无趣了，在这儿。曼飞小姐，玩笑话而已。像曼飞小姐这样的女人，那是人间极品。我们啊，是可望不可求啊。嗯。可望不可求，说得好。曼飞小姐，你现在有没有意中人啊？李兄，你这是要跟我牵红线啊？男未婚，女未嫁，这有何不可吗？这不还得问我愿不愿意呢？曼飞小姐，这红酒啊，跟人一样，得慢慢品。这个地方实在不适合聊天，不如这样，明天中午和平饭店我来订，我们慢慢品红酒，好好聊天，怎么样？一言为定。到时立兄啊，一定要带上夫人，曼飞小姐赏脸陪我，我们一起午餐。这套宅子是东叔上个月秘密买下的，房主去南洋了，没人知道，非常的安全。
这确实不错。你们安全了，我也就踏实了。兄弟，阿辉，青音这病，你知道，八光也跟你说了，有时候需要用这个镇痛。不过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别给他用。保卫哥，你是要干嘛去？这段时间我死了好多兄弟，我是有责任的。上山的时候，我跟我那俩兄弟说了，让他们在山顶上等我。我要去看看死去的兄弟们。这事儿百哥知道吗？我跟他说了。我现在在这儿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不去，心里总是不踏实。这个时候不太安全。放心，我忙完了就回来。好吧。青音，你好好养着，我先走，啊。见外了不是？莫说你哥是我的恩人，就算是萍水相逢，我也会救你。保重，保卫哥，保重。我敬三位一杯。蒙兄，不好意思啊。月秋有身孕在身，不便喝酒，就以水代酒吧。抱歉了。夫人请自便。今日在这里用餐，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夫人多担待。慕容兄太客气了，一家人没必要说客套话。来吧。各位请慢用。怎么，慕容爵士连吃饭都不摘手套的吗？他一贯如此，就连弹钢琴他也不摘手套。是吗？丽夫人怎么对慕容爵士如此了解啊？曼妃小姐，我们两家常有来往，二位对我了解还不止这些。啊，真好，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曼妃真是羡慕你。曼妃小姐不用羡慕，既然和慕容兄认识了，以后便常来往就是。曼妃小姐成家了吗？哎，丽夫人，像厉会长这样的好男人都被你抢去了，而慕容爵士这样的绅士又看不上我，我可不就一个人了吗？曼妃小姐，此言差矣。我一直都是仰视你的。口说无凭。李兄什么意思？曼妃小姐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蒙兄还没听出来吗？既然你们都仰慕，你未娶她又未嫁，这不是天作之合吗？李兄，你觉着呢？这种事情还是要看慕容先生怎么想。那慕容先生心里是怎么想的呀？荣幸之至。把他送警局。
我饶不了你！我知道是你杀了我爹，我饶不了你！蒙兄，多谢出手相助啊！夫人没事吧？月秋，别害怕，没事的。没事。好好的一顿午餐全被搅和了，还好大家都没有受伤。慕容先生，江湖上的事情我不懂，生意上的事情我也不懂，可是厉会长他一向为人和气，又常参加慈善活动，会是谁想要刺杀他呢？我猜会不会是为情所困。慕容先生，你没事吧？从刚才到现在，你就一直心不在焉的。我也在想，到底是谁刺杀的？哎，快，老妈，坐坐坐坐坐。出什么事情了？这么着急？晨晨，小溪被抓了。被你抓了？怎么被我抓？他去刺杀厉英智，被厉英智的宝宝当场拿下，把人就送我这来了。现在人呢？人在我拘留室关着呢。你说这不给我出难题吗？赶紧商量商量，快！我要是跟爵士一块出去，该不会也有人要追杀我吧？当然不会了，就害怕你的追求者啊会一块围堵我。那也没有人可以打得过你啊，就你刚才的身手，就好似评书里的英雄一样，着实令满妃佩服。要是能够在你的身边，一定非常有安全感。满妃小姐过奖了，越安全的地方就越危险。你说反了吧？是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这是一石二鸟啊！什么意思？李英志明显是在试探你。如果你对他没有二心的话，肯定是会想办法把陈小希给干掉的。干掉他还不容易吗？关键这事我要是干，那不又有把柄落他手里了吗？这陈小七就是一苍蝇屎，咽不下去，吐还吐不出来，你说烦不烦？老胡呀，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我要到了，你要不要去我那儿坐会儿，喝杯咖啡？不了。哎，慕容先生真不懂得怜香惜玉。现在上海滩这么乱，我要是能够搬进慕容公馆，待在慕容先生的身边，就一定非常安全。好的，慕容公馆随时欢迎曼妃小姐。陈小希对我们是个威胁，可对于厉英智来说，那是仅次于慕容柏的最大隐患啊！厉英智万一哪天狗急跳墙杀我们灭口，陈小希就是制约他最大的砝码。是这意思。所以，你现在要把他好好的跟进来。人人就在我警局的还能跑了的还呀？你以为你这警察局安全啊？到处都是他的眼线。
不是，那你说快点啊，把他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跟进。行吧，这事交给我。光这点不够，我们现在还要主动出击。主动？这咋抽什么筋啊？走私啊！你是说把走私的事给捅出去曝光？啊？阿华，不要想得这么简单。走私能定他多大的罪？最后还需要洗脱罪名的。我们想想，走私什么给他带来的麻烦最大？那还用说吗？烟土和军火呀，不就在这上面做文章吗？把黑码头走私的事一曝光，还能把呼伦白也牵扯，不就对了吗？老马，你这也是一石二鸟啊！慕容柏和丽英芷到时候肯定要相互参与，他们两个人只要狗咬狗起来，我们就可以坐享渔人之利了。好计，就照你说的吧。那我先走了，我不留你。李兄，走。李兄，别说了，我不想听你做任何解释。我来了。什么人？李兄，你赶紧去找娘跟泽文，没有我的消息，千万不要出来。快去！没事吧？你报警了没？报了，人已经抓到了。你们别害怕，我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你到底做了什么呀？娘，这个时候就不要纠缠这事儿了。总之，不要离开这房间半步。我已经叫人把这个房间严加把守了。哎，妈妈，我怕。不怕不怕。行了，谁派你来的？说吧，说了会好受一点。谁派你来的？李行之，还不知道我是谁吧？记得你杀的钟老板吗？那是我亲大哥，那是我亲大哥，钟宝贵。以前是狱警，而且还是白竹生所在监狱的狱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慕容柏派你来的吧？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还在装？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我现在只想知道，白竹生是怎么活下来的。白竹生已经死了。是谁杀的他？谁害的他？那个人自己心里很清楚。当年华银号惨案，就是你一手策划的，李英芝，你会有报应的。你现在这个下场就是你的报应，
实话实说，给自己找条出路。我现在想给你一次机会，记住，机会就一次。只要你告诉警察，你是慕容柏派来杀我的，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他妈做梦！你做梦！你过来！你敢放开我吗？你过来！林志，好，想好了把事情告诉他。真是热闹啊！平日里咱们公馆都显得有些清闲，今天这么多人，真是热闹啊！陈小姐，久仰了，在下陈太东。孩子，真的是你吗？比比。怎么，这么好的饭菜你都不吃？行，那给你换个地方吃。走走，快点。安全了，跟我回家吧。我哪也不去。我问你，你怎么会认识陈太东？我刚入狱的时候就认识你父亲。他不是。小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陈太东都是你亲生父亲。如果他是我亲爹，他怎么可能认不出我？你知道吗？我娘死之前跟我说，让我哪儿也别去，等着我爹来找我。他还说，不管等多久，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我爹一眼就能认出我。但是没想到，他不仅没认出我，还想赶我走。他根本不配做我爹。他是不配做你父亲，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寻找你们母女。这是当爹的应该做的。时间能改变一切。我相信陈太东是一个好父亲。十年还不够吗？小希，人一辈子不止一个世。人一辈子有多少个世？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走吧。老板，是，
你怎么还不进去啊？我这不等你吗？是不是？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啊？每一次见到你都是慌里慌张的，你要做什么呀？出事了，不知道吗？我能不知道出事吗？不就是英子家里昨天晚上招人行刺了吗？啊，他那么多保镖的，有什么好担心的？不是，我的消息也是很灵通的。说的不是这个事儿，那是什么事情？昨天晚上有人。两位，厉会长有请。进去吧。听说昨天晚上你家里头出事情了呀？